好，这场比赛正式开始，王雪对阵安娜别热那里。安娜别热那里呢，也是一位古希腊式搏击的世界冠军，摔柔的这种比赛里面获得过非常多的荣誉。王雪现在要不断的利用自己起跳，哦，现在要做一个十字固，你看有没有机会？哎呦，另一条腿还没有过来。这时候王雪还是有机会的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王雪把身体翻转了过来，但是现在非常难了。这位选手经验非常丰富。哦，我们看这个位置非常危险，王雪要压住，没错，现在对手没有机会拿这个十字固翻转过来。哎呦，这个有点悬呐。哎，看现在王雪要推对手的这个脚进行控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没错，王雪压了过来，这个十字固，王雪可以把手抽出来。砸击，继续砸击，这个砸击是有效的啊！保持这一回合优势位置的压制，对，就足以拿下这一回合。对手现在应该坚持的已经很痛苦、很艰难了。没错，那现在还有不到20秒的这个时间里啊，王雪已经不用做一次抢死了，对，继续砸击就可以了。保持这样状态，连续砸击，不断的输出。哦，要过腿，比赛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做了一个服部，继续砸击，转到南北的位置，要南背，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。比赛结果红。